有片渗入歌手瀑布前拍 MV 拍到游客跳水溺毙瞬间。据厄瓜多 Metro Ecuador 报道，7月14日下午，歌手阿尔瓦雷斯蒂狗尔曼多 Oviaris 又名当得，在瓜亚斯省的一个瀑布景点拍摄 MV 的时候，恰好拍到33岁的游客庞顿 Carlos Ponton 挑战从瀑布上跳下。拍摄团队发现庞顿没有浮出水面，立即冲入水中寻找，但是找了许久都没找到人。该片段也在网络上疯传。据 Ocean Mercio 指出，阿尔瓦雷斯表示，我不认识他，网络上很多网友说他是我工作成员之一，不过他不是，他们是到这边来露营过夜的游客，并说影片一开始的叫声是庞顿的朋友劝他放弃挑战，不过他最后还是选择往下跳。隔天15日，警方找到了庞顿的遗体，他因溺水身亡。在发生此事件后，阿尔瓦雷斯暂停了 MV 拍摄行程。